你要干啥呀？啊，挺好的画怎么给剪了呢？真没事。你看看，不要了。你飘了是不是？狼风水不好。你哪净风水不好了？挺好画给剪了。不要了。你挺好哈士奇。买这个。真烦人啊！那个老姑买啥了？这个。啊。这个。嗯。行了，行了，行，知道了。还有啥呀？哎呀，这值钱呢！行啊，有钱儿啊你。还有啥了？还有呢？哎呀。软中华，硬于稀，头发越短越牛。嗯，行，走吧。你这是连过年再拜年啊？你自己，走吧。那那谁，你是不是知道我们给你买东西了，所以下楼来接来了，来接东西来了？你真。你真尖，快点的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姑娘这么好看呢！哎呀，真带劲呢！这个给你去吧，你妈给你红包的，快点的！哎，哎，哎，那说，那说谢谢妈妈。上课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妈妈新年快乐！你那个红包谁给的？我的是我孙媳妇给的。你啥时候偷摸给的？我都没录上。啊！你啥时候偷摸给他的红包啊？听他今天画的，他给你的啥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大金币，金牛，行啊！我把这个给你，都你安排了，媳妇儿，都安排明白的哈，行啊。行，你跟老铁，你跟老铁说吧。说啥？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 啊 ！Happy New Year 啊！好好说。新年快乐！你说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！恭喜。恭喜发财，好好说，过来，你说，新年快乐，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祝我岁当岁，万事如意，爱人如意。你手里边那是你妈给的啊？哎呀妈呀，这票挺大呀！他给了一块钱。新年快乐，甜甜们，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妈妈给的，一个字，绝。我和老瓦伦现在在沈阳北站，刚进站就让人给拦住了。试体温，老瓦伦试体温，连试三次，因为他是老外国人。OK 不 OK？ 哈拉少不哈拉少了？温度计呢？西米。